目前看来中国队对于世界乒坛的统治还在继续，那么纵观整个赛事，您对于当今世界乒坛的格局作何评判？我觉得男队吧，向来男队的话，其实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，我们一直几十年都是有对手的，并不像女队可能优势更明显一些。男队呢，无论是在几代，那是王二王一马，就是科隆时代以及这个东京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男队的对手还是非常多的，欧洲亚洲，而且不断的有这种后起之秀涌现出来。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，其实特别打完这次世乒赛，我觉得整个队伍和包括我们的主要对手的一些年轻人也在成长。那么您刚才也提到有很多年轻人涌现，那您觉得谁或将可能成为中国将来主要的对手？我觉得每一次比赛，特别是大赛，比如说世锦赛或者奥运会，只要站在中国队对面的，他就是我们的对手。当然也要看每个队伍的整体的这种状态，因为毕竟是团体赛嘛。所以我觉得特别是在东京奥运会以后，其实很多队伍也是在新老交替当中，这些年轻选手呢也是逐渐的站在世界舞台上。那去面对这些年轻选手的一些对抗以后，其实我们队伍也一直在做一些新老交替，也在不断的去让整个中国男乒的这种后备力量更强。您如何评价目前中国男队的整个年龄结构？我们这次上场的最后像大家看到的半决赛和决赛，其实是老中青三代人。像马龙依然是几个奥运周期的绝对主力，这次比赛也是表现得非常出色，让大家像定海神针一样。那樊振东呢，作为东京奥运会这种登上第一次奥运会舞台的一个主力选手，包括现在的当打之年，以及他的超强的能力，以及合适的这种年龄的话，我觉得，他是在目前当中中国男乒需要这种作为领军人物，以及来去征战下一次的奥运会。那王楚钦呢，在年龄轻的当中，他有独特的打法、独特的气势，包括还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些风格，所以我觉得这次胜利吧，这次老中青的配合也是非常的合适。